瓷砖萝卜一株零阳光的植物，玩家需通过未来世界第24天才能得到。它的阳光为零，大家可不要被它美丽的外表所迷惑。它每次种植所需要的阳光都会是上一次的2倍。第一次种植后阳光为250，两次种植后阳光为500，三次种植后阳光为1000，四次种植后阳光为2000，五次种植后阳光为4000。它是越往后种植越贵，并乘以当前阳光数的2倍。一个字，绝。从功能上看，放置后形成一个紫色瓷砖，如果场上有相同能量瓷砖放置能量豆的话，就会一起发射大招，十分的好用。在巨浪沙滩地图，瓷砖萝卜不能种植在莲叶上和水中，若种植在湿沙地上，涨潮时会将其淹没，不产生能量传导效果。然而如果想要消灭瓷砖萝卜，可以在放置后利用橄榄球僵尸推飞它和鹦鹉僵尸，用鹦鹉叼走它，即可使它消失。